书接前文，县委书记田庚召集了各村的民兵队长、武装骨干和领召各个支队、小队，更有武工队的队长、队员们参加，在大沙洼最深处、最隐蔽处召开了紧急会议。人们知道又有新的战斗，一提到参战，很多人都是非常高兴的，特别是新的改造三八大杆枪缴获了胜利品的民兵们如虎添翼，心中高兴啊，盼着使他的三八大杆硬心得手，杀敌灭寇，建功立业，报仇雪恨。一个个精神百倍啊，只等着命令下达，好踊跃的参战。县委书记一看人来了不少了，基本上要到齐了，肖飞同志，肖飞过来，书记您有什么命令，你马上去到刁万成家中他的西瓜地，刁家。